好了。没见嘛，老公，我要早上。那么大声吗？我爱呀、啊，我爱你啊。你还没来得及吗？没有啊，怎么知道？为什么我知道？我不是台湾人。你带我们，你不知道。我们都不知道。咦，你都不知道我在哪里？你会不去哪里？哎呀，这渣还蒙的白呀！哎，讲一个笑话，你就敢扔去落你去白呀？我哪会知？都敢改渣落来的。你那头前叫又会卖渣？你信吗？啊？你信吗？你知道他干了吗？没有啦，他说这么说话都直接进来了。我前面警察挡着不给你进来，怎么进来？啊？哎呀，还得努力啊！这个就有理了，这规划就 OK 了。啊，按照我的规划，所有的都不规划，这不同，单独有。诈骗的？怎么啦？诈骗喽！你看，为什么诈骗？不是这边，不是这边，那这里。那好像那里有在卖酱油哟。对啊。那不好吃，都是叫我姐姐吃的。小波，等一下，可以我们吃什么？等一下，两个，这两个都甜的，等一个，冷鸡哈，哎呀妈，太吵了。穿这个，晴空像晴空。这个表，这表亮，你喜欢这个？表亮的，那么大这个。那个台湾的啦，他讲国语。
我们最后倒数十分钟的时间，现场我们大帐篷美食新小舞台活动开放60个福袋，免费让各位领取。福袋不用钱，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免费拿福袋。有听到广播声音、听到音乐的声音，朋友请移动脚步到我们大帐篷美食区的小舞台前面稍作等候，感谢各位。所以你在那边吃东西啦？领东西啊，要领东西啦，排队领东西。什么东西，老公？这个啰嗦啊！你要去哪里呀？我要去红。那个啦，那个啦，那个不玩没事啦。最后倒数9分半钟，现场有听到广播声音的朋友，我们现场的大家伙美食休息区开放60个福袋，免费让各位领取。这是我们今天活动的第一场，有60个名额，排队免费拿福袋。开心。我去洗手间一下。好，哪里？谢谢大家。那我是世界上一个街头艺人的表演者广州一金，现在就开始为大家做演出。谢谢你们，大家早安。有点感冒要硬的了，起来动一动吧。